十六金大家好，又 Watch Who 维聪啦，唔好意思，今日迟咗出片啊，迟出片嘅原因咧，就因为而家呢条片咧就系啱啱早上10:30喺呢个素林碰国际机场拍嘅，咁拍得嚟剪得就迟咗出啦，咁样，咁呢条片嚟呢度拍系咩原因咧？系咪有大事发生？系冇嘅，系 update 翻大家一啲机场嘅情况咁解咧。咁首先讲句唔好意思，对唔住先啦，咁因为电视台嘅节目咧赶住出街啦，5月2日会出街，新节目出街，唔系中来泰国，系另一个节目啊。个名唔讲住啦，暂时叫做泰国通街拎咁先啦。咁有呢个泰国嘅 Woody 啦，亦都有泰国嘅玲玲啦，咁同埋我啦，咁唔讲咁多住。咁就系因为咧就系话要赶拍呢个节目啊，咁所以咧呢排就忙到不得了。咁我上日日都要外景咁滞啊，咁但系今日休息，今日休息就专登走嚟拍。咁因为啲网民反映就系话，之前系啊，咁我系好精好聪明地咧，就拍定一啲嘅存货啦，家境清贫喺屋企啦，咁跟住就每日放出去啦。咁但系有朋友就话喂好闷，日日都系咁样，都唔见你出街嘅。所以真系要讲句唔好意思，对唔住啦，因为都要搵食啊，大佬啊，唔好意思啊咁。咁难得今日有一日休息啦，咁啊专登知错啦，就走出嚟拍一啲片俾大家睇。咁同埋除咗呢度咧，一阵间可能去到一个地方。咁其实咧，早几日之前咧，无论喺阿杨总嗰个 show， 又或者喺外景现场咧，我都拍咗少少嘅咁。但唔知道大家啱唔啱睇啊？总之就唔系坐喺屋企家境清贫咁肉酸啦。咁希望大家即系能够原谅小弟过错啊。咁希望能够就系话有啲新片俾大家睇，知道泰国最新嘅情况系现场现兜兜拍俾大家睇啦。好，马上睇睇呢个曼谷素林碰机场现时嘅情况系点样？因为大家知道咧，所谓嘅通咗关啦，咁好多游客都嚟，咁亦都每日有好多游客翻去啦。咁一啲嘅店铺啊，一啲嘅咖啡店、餐厅啊，究竟嘅原貌系点咧？之前咧曾经拍过条片就话无限沧桑啊，无限空虚咁，而家会唔会好啲咧？马上睇睇。星期日早上大概10:30，曼谷呢个机场里面咧，喂都叫几多人喎？相比于之前嚟讲咧，叫做好好多噶啦。起码咧水牌之上咧，亦都唔会不断出现 cancel flight cancel flight 嘅字样。除咗外国人，也有好多本地人。当然啦，本地人就未必系出去外地旅行，但系都会去唔同嘅省府啦。外國人有啲人梗係翻屋企啦，咁有啲就可能係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飛去第二啲省府玩。咦，開咗個新檔口喎，賣珠寶，即係珠耳繩。呢啲我係唔會買，亦都唔識介紹，所以就算吧啦。我有個朋友早幾日咧，從呢度就飛去外地，外地邊度就唔講啦。咁佢話：哇，直頭啊，人山人海，好似以前咁樣。所唔同嘅就係啲人戴咗口罩咯。其實同之前好似冇乜分別。咁啱啱嗰日啫，今日嚟講就叫做清閒咗少少。不過比起疫情當中，應該係講緊舊年啊，前年嚟講咧，叫做好好多，有進步噶啦。機場裏邊仲見到呢個聖誕，即係泰國潑水節嘅 backdrop 喎，即係話俾大家聽，潑水節嚟緊啦。冇錯啦，機場都有潑水節嘅氣氛，希望嚟緊個氣氛會越嚟越濃厚啦。機場詢問處之中的各國翻譯人士都已經各就各位歸了隊了。真是可惜啊！本來咧，聽日原定聽日咧，我就應該咧喺呢度飛去布吉島拍咩啊？拍沖遊泰國，因為之前拍完芭提雅啦。拍完呢一個嘅清邁咧，跟住咧應該就係布吉島，然之後先再拍翻曼谷嘅。咁但係因為一個新節目 jam 咗入嚟咧，咁結果而家所有沖遊泰國嘢就 hold 住咗，咁就而家要全程投入拍呢個新節目咧。估計應該要5月份先至會再拍翻呢個沖遊泰國啦。咁到時可能就未必去布吉島啦，因為咧
沖涼泰國都趕要出街嘅，咁希望能夠盡快搞掂曬佢。咁搞曬之後咧，我亦都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，每日拍一啲新鮮嘅 YouTube 片俾大家睇。咁希望大家不離不棄，唔好放棄我嚇。以往行到篤咧呢個位係郵局嚟嘅，今時今日郵局已經走咗啦。而呢度嘅羅神咧就大間咗添，以前冇咁大間噶。以往呢度除一系列嘅鋪頭仔，而家就冇咗啦。我哋由樓上落到嚟三樓，即係揾食嘅地方。但我去食早餐，即係晏晝，係11点咯。食晏晝之前咧，睇一樣好重要嘅嘢，我都想揾個真相出嚟睇睇。嗱，呢度咧就入境大堂啦。當大家嚟到嘅時候咧，就會見到呢啲酒店嘅 counter。有人問：喂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嚟到應該點樣搭的士啊？你係冇可能自己搭的士嘅。正如呢啲遊客一樣咧，嚟到嘅時候咧，首先就要聯絡酒店嘅 counter， 聯絡咗咧就有專人咧就會帶你上車，跟住咧酒店車會車你去醫院或者酒店就做 swap， 所以咧你係冇可能出嚟自己搭的士嘅。哇，仲有人嚟打歌符添，拎住呢啲袋唔通嚟彈吉他咩？梗係打歌符啦。Welcome to Thailand。入多幾個洞啊，老友！數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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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
其實咧，泰國安排呢個 Thailand Pass 嘅指定酒店咧，基本上心照啦，唔使講啦，知咩事啦，似乎涉及到官官呢、這個官商勾結啊咁樣。我心諗係，如果指定逼你住嗰幾間酒店，嗰五間酒店，大家一定有嘢啦。咁所以今日都嚟睇一睇。我發覺基本上所有四星、五星以上嘅酒店咧都有喺度嘅咁樣，有成頭先數過啦，250间系250间酒店啊！250间酒店唔通全部官商勾结咩？咁就以我个朋友为例，啱啱去住咗个 Grand Central Point Terminal 21嗰间咧，我嗰间佢话佢一家三口喺度住，都系800蚊港纸左右，800蚊港纸以前都差唔多啦，系嘛？咁同埋如果真系有心理官商勾结逼你嘅话，咁起碼住3晚啦，或者2晚啦，大家咪多啲錢，大家多啲錢分咯，係咪先？大家勾結啊嘛咁。但係我估又唔係咯，係嘛？係咪諗多咗咧咁樣？所以今日專登嚟 check 下，究竟喂你係咪原來同嗰10間酒店勾結？但係發覺原來有250間喎，250間酒店都同你勾結。咁當然咧，可能會話咁啊，邊個個 Airbnb 係點先？邊個嗰間兩星點先？水門轉咗再轉右再落咯，街口嗰間小酒店，我阿嬸自己開嗰間店先，點解冇去份嘅？人哋阿嬸嚟喎咁。其實呢啲酒店之所以係入流咧，就因為佢係同啲醫院拉入咗，啲醫院咧有醫護人員喺酒店，咁跟住咧酒店咧亦都可以喺酒店裏面係做呢個 swap， 甚至乎有啲咩又送你附近嘅醫院咁解。咁而你講嗰阿嬸，或者你個好朋友嘅 Airbnb 就冇做到呢樣嘢，咁所以就唔入流咁解啦咁樣。咁我覺得就並唔存在官商勾結。嗱，最知一個遊客嚟八條嘢，我分翻2條俾你，大家每人有10條咁啊，應該唔係咁啦，係嘛？我估應該唔係嘅，又或者可能我過分無知啦。其實都係幾方便喎，只要你一
出咗 immigration， 出咗海關，跟住見到呢啲酒店煲上未來，然之後喺度等一等就可以出發啦。咁都有人問：誒，咁可唔可以去換錢啊？咧前邊嗰度有錢莊啊，咪有找換店可以換錢，甚至乎再前啲見唔見到啊？可以買 SIM 卡都得噶，你可以喺呢個範圍周圍走買 SIM 卡換錢都可以。跟住就有專人帶你上車送你去啦。嗱，仲有專人幫你推車添噃，服務幾好，梗係啦，呢個泰國嚟噶嘛。睇完入境嘅情況咧，咁啊繼續睇下揾食呢一層啦。呢度依然係裝修緊，以往咧係一連串嘅食肆，但因為係啦人客唔多，咁有啲就執咗啦，有啲就重新定位啦。咁所以咯，啲客市咧就關咗嘅。咁會唔會全層都冇得食咧？係唔會嘅，因為上次我都嚟走過一次，都已經有啲鋪頭、有啲食肆陸續開翻嘅。所以今日我嘅 lunch 咧都會喺呢度食。嗱，呢間咧就唔係新開嘅，但係重新執過個位、搬過個位，有一間泰國餐廳添噃。執圍重新執位就搬咗去嗰邊。咦 ，Boots 呢個位好耐噶咯，之前喺度，而家都仲健在，梗係健在啦。人哋咩背景先得噶？執圍，跟住左手邊呢間咧，就係噔，各位觀眾 Starbucks 啊！咦，以前唔係咁喎，唔係呢個位啊，係啊，而家搬過嚟啊！搬咗個位啊，但係啲座位就少咗咯。以前座位多啲，仲有我好中意嘅 S&P。好啦，今日就食 S&P 啦。其實早幾日都食過，唔緊要啦，最緊要方便啫。咁就去廁所先。